形象讲话系唔需要。想住都系跟住话拍个视片啦，系啦。系啊，但系你向后拍咧，佢有机会拍松嗰个耳屎耳，因为你谂住拍脆嗰个力度啊嘛。系啊系啊。咁如果你拍面板咧就闷啊嘛，呢个谂住点拍都冇事啊嘛，系啊。点拍都冇事。啊，如果简直拍有机会拍烂灯管嘅喎。都有机会拍烂灯管。你近落去咧，已经灯管噶啦。哦，系喎。咁又应该简直拍已经系。之所以灯管噶啦。啊。之所以你话拍嗰阵力度好难控制嘅喎、哦，系啦系啦，你简直拍就肯定会拍到灯管噶啦，一压落去嗰个系灯管。咁如果系下一次游客验货，佢点拍好啊？佢肯定要拍呢啲噶。如果力度好难控制，系啊系啊，你拍啲你睇下，出唔出你拍啦？正常应该简直拍可能。但系你咁个力度，你何有机会系拍松嗰个耳屎耳咯？啊，机会高比较微咯。所以依家你啊灯管烂嘅咧，烧嘅灯管咧，我谂都系嗰种情况。你拍千年，系啊，应该拍。不过系喎，呢块面板一揿已经到灯管啦喎。系圆嘅嘛。如果你始终要顶个标准，如果啲客要拍啲，点拍？拍后边后面。吓？都系拍。拍后边。往后拍。但系你都控制到喎，你拍边边都好，你出嚟都唔。咁之所以力度好难控制嘅喎，你拉唔拉通，你一拉力都唔通啦，我通你力都唔同。系啦，呢个方向拍你就肯定嗱，肯定拍到灯光嘅，肯定拍到灯光嘅，一拍到灯光有时即都唔系咁好啊，喐喐佢啊，或者烧咗或者裂咗。啱先嗰两支都系咁跌。系啊，如果简直拍到肯定要拍。呢个好似佢咁字瞓低咯，凳瞓低嚟凳可能都会好啲。但系嗰耳屎真系咁凳松嘅话，先爬个出嚟凳就肯定会。唔知所以又系力度控制咯。系啦系啦，简直拍呢度肯定好容易拍烂灯管。吓，嗱一落去咧，你接触个灯管。吓，咁呢个面板拍得。